现在呢，如果紫微星在未宫，好，紫微星在未宫，第一个注意看右下角，好，你看贪狼跑到隔壁来的时候，廉贞贪狼，是不是廉贞贪狼在这里，在这个右下角，这就是弱陷的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种格呢，属于自杀的格，好，自杀的格，自杀的格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样会在一起，你要会以此类推。如果你这个子女宫，代表子女会自杀，考高中、考大学想不开了，跳楼了，因为教育失败嘛，这考试制度很难，他考不上就跳楼。然后还有的人呢，这个他流年逢到的时候，刚好在夫妻宫，那夫妻之间冲突很大，他觉得活得没有意思的，活得没有爱心的，没有意思的，他就自杀了，诸如此类的。还有，如果在12岁到21岁，如果你的儿子就逢到这个，你要小心哦，他会为恋爱而自杀。自杀倾向的很重，那如果是你的命宫出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就先天本人就有自杀倾向，本人就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本人的名字就叫这个，那你很小心了。那一看到，哎呀，糟糕，我们怎么样改他？马上要去想办法去修饰他。那如何修饰他？小的时候是蒙嘛，启蒙有没有？我们要用蒙之道，如何去去蒙，把他蒙去掉？那如何让他想得开？如何去养成他？而不是一昧的骄而后进，骄而后进。那我们可以用看他是第几子啊，摆哪个位置上，那个卦象上都有。他种进去以后，他的想法会怎么样？就先天就把它改变掉了。生下来他并不是这样子，那后天慢慢才会养成这样子。而他的命中是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会给他塑造一个这样子的位置，然后让他想不开。了解为啥？父母亲不懂啊，一放就是放到他命的位置。那我们就放的话，放到运的位置，懂不懂？就可以。那如果以后临床经验多了以后，就会看到，那是什么命的人住什么样的房子，那他注定好。跑都跑不掉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诸位看他的太阴星是不是在这里，太阳星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有没有？如果这样的会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做日月并明，月亮太阳同时亮，这一种日月并明呢，一定是命宫在这里，对宫在这里，或者是命宫在这里，对宫在这里，叫日月并明。还有一种日月并明呢，就是太阴星再往上去了，太阳星在这里，那命宫刚好在这里，命宫在这里一会出来，刚好是不是又是日月并明？有没有？三分四也是日月并明，那明珠出海格也是属于明月月并明的一种。所有的日月并明的人呢，主的是一世荣华，一辈子荣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的明，所以诸位呢，千万不要去做聪明的人，不要去做听明的人。唯一在训练诸位，诸位能够抓到我们的神，你可以从就算你的命是最凶的格，都可以变成最好的格。了解为什么？一念之间呢？比如说你今年30岁来跟我们学，可是30岁之后你念被我们改变过以后，到未来的70岁，一念之间差40年。所以38年大陆沦陷就不一样，有的人逃到台湾来，那一念之间，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如果你的念是对的，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时空呢马上缩短。所以我们临床上在看的时候，遇到流年遇到杀星的时候，他就会想不开，他的念就在这里，然后你怎么跟他讲，他还是想不开，他还要我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然后我就是意境难出，你跟我你还你你女朋友跟我分手没关系，我初恋你好可怕，你跟我分手你说的算了，我不行，我每天要去学校找你，每天要去公司找你，就造成你的困扰，还到你家去闹，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还在你家外面淋雨，我非要娶到你不可，你跟我分手我不同意，你看他说累不累？他就想不开，然后就看到爸爸妈妈，因为他小孩子这样，他爸爸妈妈自然而然把他养成这样子，爸妈都没有办法。利用我们这一套方法，或许还有方法能够挽救他。告诉他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你跟他讲这个话都是纸上曲中求啊，然后很委婉，跟他讲没有用的，你讲完他听完又忘了，他没收到，因为你没有把他蒙去掉。这是几个重点。还有右边这里呢，诸位有没有看到五曲和七煞？这五曲七煞中间呢，过去我们都是说的兵阵啊，死亡兵阵中间死掉，
就是我们部队在打仗的时候出去，哎，80个人去，怎么剩60个人回来？另外20个人就是这样子，懂不懂？啊，兵阵死亡，死在兵祸、兵灾上面，死在兵器上面，好，死在兵器上面。所以那个人给他枪打掉也是这样子，好，给那刀子杀死也是这样子，死在兵灾上面。好，这是一个这个左下角某功的时候会挥刀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某功会挥刀。再来，好，这个只是我现在开始介绍一些格，好，我再跟各位重复讲，不要担心，我们正在批的时候哈，一个个批的非常的详细，批大运啊，批流年。